一个。你喜欢听雅琼姐唱歌吗？喜欢，太喜欢了。你吃吧，不好意思。别！那以后不要做饭了，好不好？我们都换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彼此能为自己做的。没事啊。我应该在这个节目上呈现出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多尴尬的表情。我怎么有不祥的预感？我觉得杨迪是不是来的时候总是不是时候？对，其实算是我录过最刺激的综艺之一了。有的时候很害怕，我很想对网友们说，都是他们在说，跟我没关系。你们好，你好，我是杨迪，哎，那个，没事没事，你们坐。叶大姐好，你好，Hello，卢哥，你好，杨迪。苏诗丁，哎，还有一个气走了，我们俩在冷战呢。又吵架了？我来这儿最怕的就是吵架。我才来，我才刚认识他。这一天就多了一件事情，探究一下到底因为什么事情吵架，看一下我能不能化解。熟悉一下这个环境，我先坐会儿。好的。宁峰哥，哎，记得我吧？当然，记得。好，儿子，踩你怎么？没事，踩你脚了。没事。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从后面冒出来，我就一路这样吹着这个《康定情歌》。这从开场就开始尴尬。杨迪太可爱了。你们帐篷里还行吗？晚上因为温差可能比较大。还舒服，还行哈。这儿的天气像极了我的情绪，起起伏伏是吗？起起伏伏。咋了？终于切入主题了是吧？没想到这么快。其实我刚刚来的路上经过那个道，看到婉婷一个人坐在路边。本来我应该从大道来的，被婉婷逼得从后面进入，就怕你看见我，所以坐在那儿是干嘛？摆气质，就是这样别人才能知道我生气了。怎么接呢？尴尬。上一季来过，然后到现在网上还流传着杨迪尴尬名场面的一些视频片段哈，所以我不管，我不能再让你们再剪我的名场面出现，只能用卡祖笛来表达我的感受，略显紧张。这我刚学的乐器叫卡祖笛。哦。点歌随便点，喜欢什么歌？大家喜不喜欢看我坐在这个卖力热气氛的样子？好努力啊！你们要不要往这边坐？咱们背着点太阳。好像往哪坐都躲不掉。没有，往我这边坐，现在是背着太阳的。我看到你整个人都是有光的，现在。我快化了都。我感觉你挺舒适的，你哪怕是生气，找的都是背着太阳的地儿。所以我这就主要问题是不能受委屈。在阳光的阴暗面，很舒服。它的阴暗面常常跑出来的。控制了两天，很努力控制了两天。然后后来想说我不装了，这不真人秀吗？我就这样，我就是脾气不好。你还是调整一下吧，今天我来了还有好多游戏呢。我可以，我跟你玩，我没问题。除了宁峰哥，是。待会儿中午的时候带你们去一个这边很有名的民宿。景色很漂亮，好，然后那你们就收拾收拾，我们随时准备出发，好不好？好。